血记录来看的是辛辛那提红人的大物新秀 Ellie De La Cruz， 他最有名的招牌呢，就是拥有一双快腿，还有大长腿。本场比赛呢，对上酿酒人的比赛，更是跑出了新纪录。七局上敲出制胜安打之后，先到二垒，再到三垒，最后还到本垒，连到三个垒包，成为红人队史自1919年以来的第一人，同时也帮助球队以8-5赢球了。红人踢馆酿酒人，其实这场比赛两边火力都很有看头，也都有全垒打对轰。不过全场的焦点都被开轰的 Will Benson， 他旁边这位44号的 Ellie De La Cruz 给抢光光了。来自多米尼加的超级大物 De La Cruz 想要告诉大家，不只靠强打，快腿也可以冲出一片天。不信的话，我们直接从5-5平手的七局上来瞧瞧。Breaks his bat, but he's able to get a base hit. Drive the run in with two outs, and the Reds take the lead 6-5. 大家都还在赞叹 De La Cruz 的超前一击，却没想到接下来才是好戏。因为上垒之后，这位21岁的少年郎启动快腿，冲冲冲！先是飙速飞扑成功到上二垒，然后就停不下来喽。He takes off again. Pitch down and in. Fade throw. There's no chance. Two steals. If he got a jump, he's going.头盔都喷飞，从他奔放四散的辫子头就看得出雀跃。Ellie De La Cruz 风火轮般的倒倒倒，成为红人队史1919年以来第一位连到三个垒包的球员，同时21岁的年纪也是大联盟史上最年轻同局完成三盗垒的选手。Ellie De La Cruz 在大联盟打了29场比赛，有16次的盗垒成功，只有2次失败。又快腿又有棒子 ，De La Cruz 也帮助红人中场是以8-5击败酿酒人，收下近11场比赛的第9场胜利。华视新闻陈静安、蒋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杂志》哦。